爸爸去开箱好不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进来，帮爸爸开开好不好？嗯，哎呀，快点，快点！哎，哇哇哇！哇哇哇塞、啊！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宝贝。你看这个是什么？开箱呢？这一期开箱视频不一样，大成本、大投资。很多人说峰峰老是买买买，这一趟去湖南必须要买。耶！买这个相机，很多人在那里猜峰峰去湖南去赚钱去了。去湖南不是去玩，也不是去卖货，不是在这里下成本。哇，这个不能动，这个不动啊，这一边的给爸爸啊。哎呀，够小了吧？哎呦，这个够小了吧？嗯，看一下，一块电池，会用吗？哇塞，哇塞！把清单搂出来。佳能。你看这个，把那个拆掉。快，优酷。优酷。有。镜头。帮你爸爸安装。看那个是什么？哎、嗯、呀、嗯！镜头。看一下是哪一个镜头？这个小镜头，这个缩进去的小镜头。是不是要装两个镜头？哟，两个。一。哎，搞定。等一下。哦，360度旋转。我要贴膜，开机在哪里？完犊子了！完犊子，开机在这里。耶？没电吗？应该是没电，没电池。没电了吗？没。就一块就行了。啊？没有钱，没有钱只能买一次。我还说想试一下这个相机，试了，买了128G 的卡，这一趟暴力一点，暴力一点，为了这趟去湖南下血本。哎，热血。嗯，小二，一样的。哎呀，哇，哎呀，哎呀，一样的，亮，亮，太亮了。哎，是吧？啊，这样。可以的，晚上都不怕了，多晚都不怕。可以的，这个给外面那个大相机，反正配套。这个，你把这个换到那去。换过来。啊。这个手动，这个用手动。嗯。这个交给手动的。噔。一个好小，一个好大。你看那还有更小的那种，捏的那种的。你会拍吗？你看，他好喜欢阿勇了，你看。我太帅了。你看，哎，他就是喜欢阿勇。来，去到哪个跟到哪。嗯，这个。放这，等一下那个充电试一下看。不是，我看一下，这样可以了。我看一下，哎，它这个考不了，路都开不了，没事，走，试一下。我们用这个相机开箱之后，现在这个相机很好看，然后看一下录出来的效果。现在刚好吃饭，表哥明天回去了，然后那个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游戏。哎哥，搞野呀，搞野了，吃饭去，然后吃饭了。洗澡啦！我这个这还有洗澡机，走了。老婆，明天回去啊？对，还要还没买啊？买了。
可以我等一下还有一个看到你们还要去摸鱼你们还去给他摸你过瘾吗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啊不打了表哥已经多少次了本来说是四号回去的是吧五号没回程六号昨天本来五号回去的他四号买到六号的票一看不对五号又留下来六号说又要去那个银行去挖挖冲水好了现在七号了你自己考虑七号的票七号的票没事我帮你订的大不了亏的是我的钱我手机订的可以退的感谢不行来明天我带你去再说行不行看呀买的这个好不好好啊就是爱干净你看我买的这个好高档啊还有送还有奥莱还有这个这个坏了对这个夹子坏了我靠你不烫了你筷子要滑烫你烫你没烫每个都要烫啊烫一下就好了捞一遍就行了烧死了那么烫的水起后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